好，我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海内外乡亲时代，大家好！啊，咱今仔日咱啊，搁新来一位咱的这个啊贵宾呢，就是林芳典林董事长。啊，因为啊，伊过去吼嘛是伫这个啊咱的这个啊公益的这个运动内底吼，伊嘛付出真多吼。啊，这个林董事长呢，啊，我伫前无偌久甲伊熟识吼。啊，今仔日要甲咱啊。带一挂吼，较无同款的这个啊思考模式，也是讲咱安怎来保养，让咱的身体来健康啦，吼来啊来这个改善啦。啊，起码讲人迄个医学吼，医学吼是行迄个预防医学，唔是治疗医学。你若等到歹去，咱的治疗已经袂赴啊吼，就是讲爱用预防的。啊，起码预防呢，哦，千千万万，什么肝啦、胃啦、肠啊啦、肠啊癌，讲第一名啦，什么癌、什么癌。啊，唔过什么癌、什么癌吼。啊，无迄啰讲，你目睭若金吼，啊，这个人生就是彩色的；你目睭若雾呢，啊，人生就是乌白吼。所以讲，咱今日要带一个吼，这个啊，咱的这个林董事长呢吼，可以伫个咱遮要甲咱海内外乡亲时代，咱共同来探讨这个啊，迄啰啊来，董事长哈。好，谢谢。刘姐，谢谢，感谢有这个机会啊，啊，咱的观众朋友哈，网友哈，大家好，哎。我小弟姓林啦吼，双木林，公司宏发展的展，吼、哦、宏都大展，嘿，啊，我这名真好记啦，我来去参加活动吼，社团啦，吼、哦，人家听一介绍去的，啊，我拢自我介绍，我讲啊，我叫宏展啦吼，啊，台语叫足济人吼，宏展台语袂晓讲。嗯哦，宏典嘿，宏图大典，安尼了解行下来吼，祝你宏图大典大赚钱。来行安尼话，拢买大罐啦，所以话就吼，咱的观众朋友吼，咱这新的一年吼，各方面拢会使宏图大典，和大家大赚大赚。啊，就好诶吼。啊，咱啊今日要讲的呢，就是讲啊，这个人讲啊，这个叫预防医学嘛。预防医学就是讲着讲健康食品嘛，一方面咱着爱啊注重讲咱食落是啥物物件，咱着爱去运动啦吼啊一大家讲吼上基础就是讲咱啉的啥物水啦，这个水爱有清气啦，尤其即马你看这落水吼污染啦、汞污染啦、啥物迄落粪扫山污染啦、农药的污染啦，啊甲咱食落的物件就是咱的食物菜这个污染吼，啊过来就是讲啊这个预防。医学内底呢，啊，食一寡讲，啊，咱着普通时啊，咱吸收着较袂平均嘛，较袂平衡嘛，啊，所以讲咱来食一寡物件来，互咱的这个身体吼，加这个淡薄啊，这个养分吼，输入养分互伊安尼啦，啊，所以讲你今仔日吼，你要甲咱介绍的这个什么物件呢？哦，我今仔日吼，带好物件来，哦，因为刚刚刘姐讲得很好哈。啊，因为咱毕竟咱食物件吼，吸收拢有限吼，啊，搁咱有当会挑食吼，不过咱若去自助餐，你较食嘛是迄几项，对，我嘛是，对，啊，咱拢家一个妈妈较煮嘛是迄几项，所以我们都会吼偏食，甚至吼这个在营养上吼都会不均衡，啊，也有人说这是隐藏性的饥饿，啊，有一些细胞需要吃的食物哎，偏偏呢你都跳过。哦，你都没有足够给他营养分。好，那刚刚有个机缘，我在五年前啊，在国外哈，去德国哈，参加他们的世界有机展，啊，那在国外在柏林啊，每一年都会举办。那我们在国外呢，哎，突然我们在机场，就看到一个很大的广告，好，那个广告叫 All in One。就是这一罐哈，啊，就是内行的买大罐的，这个才大罐，无啦，这是来做三步路的，不是叫你买这罐，买这罐要惊死啦，这罐差不多，哎，一299吃到饱，哦，啊，一罐在冲起来，我的猛导游哦，这一瓶这个是在我们县镇这几年在欧洲在德国非常风行的机能性食品，好，这个东西叫某某迪卡。英文叫 Momodiga， 啊，咱中文的叫 Mobigo， 木鳖果油，那为什么在国外很流行这个？因为这个水果很特别，它被发现到它竟然里面的营养成分已经超过40种了，到现在还陆续被发现，那这个水果它的几个历史背景，其实这个水果很特别，它的原生种是在台湾，啊，其实
伊算咱台湾的国宝。莫比过是咱台湾的，啊，但是咱台湾无半个人发现啊。你也问吼，较顶级的呢吼，原住民，咱的原住民的同胞吼，其实他们都知道，尤其台湾族。尤其是台湾族、阿美族，其实他们早期都有在吃木鳖果。只是很奇，就很可惜。一几粒哈，他要请亚季叫多粒啊，椰子像椰子这么大，叫大坑，它一颗大概1.5到2公斤。这类表皮有软刺啊，一般那榴莲是硬刺，它是软刺。所以讲，咱即马咱来请，咱迄个导播吼，咱家放一个这个电视。最近电视你这样就该放了。迄个电视拢有在播啊。是种结满红色果实的树木，果实中含有丰富能够减缓衰老的抗氧化成分。目前连日本的医生都试图将它用在糖尿病的研究上。木鳖果的树木主要是生长在农村地区，但由于先前只当它是煮饭的配料，所以无法大量取得。然而目前得知它具有高经济价值后，当地的人们开始将木鳖果集中采收，并先将含有丰富天然植物油的果肉取出后，再把它们排列整齐，利用自然日晒的方式将营养素锁在其中。但是对于日常生活非常忙碌的现代人而言，无法能够获得这种具有多种营养价值的来自天堂的水果是相当可惜的。为了让更多人也能够体会到木鳖果的神奇，因此开发出了木鳖果的胶囊油。它具有易于被人体吸收，能够增加。咱对这个影像内底吼，安尼看起来吼。所以讲吼，咱台湾是报道吼，无经过咱董事长林董事长甲咱讲。讲这个咱台湾的国宝安尼，结果咱伫咧台湾无发扬光大，竟然去予这个德国人去家发扬光大安尼。好，咱即马咱就吼来进入这个你介绍讲吼，你熟悉这个这个公司安怎安尼？好，好，咱拄好看影片有看到吼，伊这是伫咧北越吼，即越南的北部吼实地拍摄，德国在那边设厂。因为这可能是之前的战乱，所以这个水果哈，现在后来漂洋过海，现在在越南哈，整个越南都有。那品质最好的是在北越。我们就知道哈，1960年有打越战嘛。所以说在中越跟南越呢，它会喷那个落叶剂。所以我们用的品质最好就是在北越，它是干净没有污染的。那德国为什么不种？因为德国哈，纬度。我想农产品通常特品都有个特性，因为纬度跟温度很重要，德国比较冷，那台湾的气候也很适合，所以在南亚国家包含泰国、广西、云南这些都有，那以品质来讲，目前是北越的品质哈，也追够它八型，我们以专业术语叫营养密度，它的营养密度比较好。那台湾呢？这几年我们的像台东农改场也屏东也这边也在推广希望我们的农民改种这种高经济作物。不过这问题就是讲，你种起来是是会使啦，但是要将这个木鳖果要改转换成这个果油，这个果油的时候，这个工厂都爱天大地大的代志啊，这就是迄爱开。慢你爱足多，迄个用国家的迄落机制，才有法度做出这种的工程。其实，这也是有咱先进国家吼，其实咱咧食是食伊的科技，它的科技。像德国哈，这个是用CO2超临界萃取，这是最新的第三代的萃取技术。外面呢，大概都是用低温冷压或是用有机溶剂。现在油哈，我们是袂使食，要吃对油。不是少吃油，
对，好像去年鼎新就油就出问题了。是是，伊迄油就是安那，迄个棉籽油，人美国多侪国家嘛在吃，但是啊，这个的鼎新就是夭寿啊，人爱用迄个三四道的那个程序才可以吃的，他结果他省两道。用两道出来就给人家吃了，伊家己成本嘛。对，嘿，这所以讲做这个工厂啊，迄不是普通的工厂做得出来。好、哦，那我们都知道哈、嗯，全世界目前是德国最先进国家哈、啊，它没有食安的问题。嗯，哦，啊，它的食安的规范哈也最严谨。嗯，好、哦，那这个产品事实上在国外已经行之多年了，卖得非常好。其实它是算机能性食品，也就是保健品里面的最高规格，嗯，因为它的量如果大的话，它也有等于医疗的效果，好，医疗效果。但是基本上我们是做保健，啊，我们做身体保健。嗯，那木鳖果呢？它最主要的特色是因为它里面哈，它的茄红素有番茄的70倍，嗯，啊，番茄70很特别，啊，一般你来讲的话，很少水果里面，啊，它有这样的特性，嗯，啊，第二个呢，它贝塔胡萝卜素是胡萝卜的15倍，嗯，啊、哦，那为什么它对眼睛很好？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眼睛需要中心点最需要营养素叫玉米黄质，嗯，好、哦，大概都可以讲叶黄素。眼睛就是吃叶黄素以后，啊，叶黄素呢，它是在眼球的外围这一圈，好、嗯哦，那外圈、嗯、外围这一圈是视网膜的外围这一圈，嗯，好、哦，这一圈是在我们的感细胞，嗯，好、哦，那这一圈呢，它是在辨别明暗，真正你中心点。就跟咱打靶射箭，嗯，哦，咱穿针引线开车，嗯，中心点爱看清楚，嗯，要辨别颜色，聚焦好，对，要聚焦。事实上，他要的是玉米黄质，嗯，那玉米黄质咱就加点，好、哦嗯，在玉米里面一点点，好、哦嗯，在柿子里面也有一点微量，嗯，啊，咱老祖先就巧，咱底下枸杞，嗯，哦，像咱枸杞也够把酒，对，因为枸杞里头有单帮。都是玉米黄籽、嗯嗯，但是呢，今麦咱只要枸杞做这种农油嘛，对，尤其是黑暗，无农油结痂呢，迄落拢也未好食，就好椒啊糖拢食了了呀。所以讲哈、哦，我们今天哈、哦、很感恩德国哈、哦，因为在1960年美国打越战的时候被发现到、嗯，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哈、哦、是创他开国以来哈、哦、死伤最惨重的战役。嗯，好、哦，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反战？嗯，因为美国在当时死了35万的精锐部队，嗯，35万人死这么多人了、嗯，第一点就印做无民主啊，系啊，第二点呢，超过70%以上的啊、嗯，美军呢、嗯，美国大兵呢，都被越共一枪毙命，啊、嗯，不是心脏就是头，嗯，他就说为什么说越共枪法那么准？对，那个时候的夜视镜啊还没有被发明，后来 CNN 记者。战地记者，嗯，随军队去拍摄，偷拍到越共都躲在树上，嗯，哦，那搬几个几个狗哈，就是哈，刚球啊，刚在高山啊那哈，搬几个狗在讲，好像影片一拍，美军还笑他们是猴子，啊，讲啊，这就是可能无物件通好食，嗯，后来还把这个果啊带回来实验室研究，还发觉不得了，嗯，哦，因为它里面有超过40几种营养素，而且它可以增强肌耐力。嗯、所以越共它可以躲在树上、嗯，它可以一个礼拜不用下来，嗯嗯，啊，眼睛都非常好。对，尤其咱若讲哦，观众朋友有机会，咱若去外南佚佗哈，我相信大家拢去过、嗯。你看行街啊路的吼，常、常看挂目镜。啊，咱遮就甲伊讲，学生囡仔普遍拢挂目镜，无挂目镜就读无册。啊，别来台湾的哈、哦，越南新娘、外国新娘，你看哈、哦，很少，也很少戴眼镜、嗯，而且每一个我接触越南新娘最多的。对啊，啊，身材是不是都很好？嗯，瘦瘦的，对，所以一来对植物酵素，哎，酵素就这，好、嗯哦，所以一滴滴不嘛得了三个专利，啊、嗯哦，可以抗糖尿病，这是第二类型、嗯、后天的，啊、哦，第二个就是可以减重、嗯，第三个就是什么可以抗溃疡，嗯，它对肠胃很好、嗯，这个在日本的哈、哦、武田制药里面已经有开发出它相关的一些药品出来了。嗯，好、哦，咱今天哈、哦，咱好朋友哈、哦，老顾客，今仔咱不是咧卖药啊，咱、是甲大家分享一个理念，就讲、哦，时代咧进步，哦，就甲咱各位那个手机啊，哦、你不会去拿以前旧的手机，阿妈机啊，
我们称这个叫智障级手机啦，智障型的，基本上可以智慧型的，智慧跟智障差几几年呢？所以咱的手机也无法度哈照相，无法度上网哈，无法度用 line 哈，他那讲啊，你都已经是哈古代哈远古时代了。啊，你看手机啊哈，一机大概比铁通比大机哈，啊，像那个里面的话术大家都比多。对，话术越强呢，它蓝光就越强。是，它蓝光越强的，就越伤到我们眼球后面的黄斑部。好，那木鳖果油是在国外已经被证实，它唯一可以修补我们黄斑部，那又可以抗蓝光。好，所以说是非常可以说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圣品。所以国外也给它一个美誉，叫来自天堂的果皇。好，追购的皇帝。水果的皇帝。啊，咱每一个人很重要，啊，对家己较好诶，啊，咱嘛要食，就一定要食上好诶，好，有咱卖去食加工诶，人工诶，对啊，这个是来自原始的，而且还是台湾的国宝，对，啊，结果讲安尼去啊，我看到对心肝，结果人拢赚钱，拢人咧赚啦，结果咱家己诶，咱今麦吼，我有甲开发，好像伫台湾行善。因为做行出咱台湾的特色，我有甲做咱的属于咱台湾的最好的伴手礼。那大陆来台湾伴手礼第一名就是嘛，就是咱的凤梨酥。我甲木鳖果那做的凤梨酥。第二点，做侪人吼，咱若上班有阵要提神吼，我再去吼开始就开始啉咖啡啊嘛。对。啊，我也把它开发成果皇咖啡。啊，咱接下来又要推出木鳖果去做的酵素。用喝的酵素，这个是一个算是它的衍生品，这些都算台湾之光，但是果油来讲，目前来这个技术，还是德国最先进，所以我们不要去贪小便宜，刘姐，我靠，已经有山寨版嘞，啊，对啊，今麦吼，我为我迄落去台北车头去堆啊。拢有看到这个广告啊，哦，网络顶管一定是真多啦，真早就有啊，哈，啊，迄个还有很多那个有的 seven 也有温迪耶哈，咱来一般的哈，目镜行，对，有机店啊，药局你会看到这个包装，这是沙扎列呗，这是吸袋式的啊，这个是轻便。那里面是做 PTP， 就是哈，一颗一颗的，就是携带出门，唔免管个只管只大管。我有时安尼穿安尼一地哈，就比如讲你那边去旅游三天五天，啊，就带些钱就好。啊就十粒，咱阮搁伫个眼科诊所吼，咱即马吼伫咱某间吼，咱国内做名吼，按三 D 非常大的连锁的眼科诊所吼，我们在这边有在卖。我想今天这类产品有我是伫眼科诊所那边，所以这类好购都是非常肯定的，很笃定的。这种的包装就是伫这个眼科的诊所在销售，可以买得到。是，好，咱最主要是有这个机缘哈，我想也把它带进来台湾哈，因为咱台湾起码大概，可以说是目睭拢无好了。对，因为就是山西哈，大概拢恶势力风暴哈。咱有一句话就是说，现在山西产品叫电子鸦片，大家都上瘾了。对，你那一天，你看迄落去聚会嘛是咧滑手机，拢无咧讲话，食饭嘛咧滑手机，啊，出来翁仔某在就食饭嘛是咧滑手机，拢在滑手机安尼啦。坐隔壁两个咧拢赖，对啊，出去食饭吼，哇，菜先来啊，袂硬吼，大家先翕。对啊，都手机一族啦。这个已经是趋势了。嘿，对啦。社会进步是进步啦，但是这唯一对咱的目睭足伤的安尼吼。好，咱即马吼，董事长休困者，等下咱念咪大哥倒转来，佮你讲啊，另外另单这个消息来。